了吧？各位师傅，这个就是叶问，他想叫我们转用色龙，所以在这里推销软件，我要跟朱克伯格反面。叶问，我告诉你，一会我就点着个炉，有本事就在个炉熄之前讲得通，我们就转用色炉。那多位师傅，在下叶问是来叫大家用色炉的，保障个人私隐，希望大家明白，屎可忍，但是不可以没有私隐。罗师傅，中不中？罗师傅，没事吗？真犀利啊，个平台真的不简单的。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私隐啫，我光明正大噃，系你呢啲多嘢问嘅人，先至惊私隐唔私隐嘅啫。你会后悔嘅。白沙寨仲喺我嘅平台嗰度啊，一阵就买埋佢嘅私粉。Oh, great！ 等佢哋日收下广告电话就好啊。Gentlemen， 八格佢哋已经准备好卖大家嘅私分啦噃。卖咗佢。Yeah！ 我而家就用新规则。咩话？喂！喂 ！No privacy！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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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ivacy！ 喂 ！No privacy！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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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ivacy！ 洪师傅，洪师傅，不如唔好再同佢搏，转用色脑啦。不是这么容易的。No privacy， 卖给广告商，卖埋去暗中店卖晒佢。师傅啊，帮手啊！洪师傅的 life 已经 no signal 了。